道我是谁吗？我就是有小李玉芬之称的百变俏妞娃娃我本人啦。哎，你的滑鼠在按哪里呢？按这，按这，还是按这里呢？还是你想要私下找我呢？当然，如果是粉丝团们的话，你可以私下来找我哦。尤其在我活动场合来找我的时候，记得要喂食哦。那当然，如果是场上朋友们的话，哎，我是主持人嘛，你一定会想说，主持人到底是主持哪一些呢？可是非常专业的哦。比如说我们大型的晚会、公司的春酒尾牙，甚至呢是我们的记者会，哎，这个我通通都是很有经验的哦。所以厂商们一定记得要来找我。当然，除了加入我的粉丝团你个人之外呢，记得哦，要老定就老咖，阿布就阿巴，把你所有的朋友们在我们的雅虎或者是在我们 Google 上面搜寻什么呢？百变俏妞娃娃，赶快加入我的粉丝团，我在等你哦。